谢好厉害的二轮车女孩，再次热烈掌声，非常感谢，谢谢总评理班队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那同时呢，我们来补充介绍一位贵宾，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现场，那也感谢南门里里长，同时也是里长联谊会的我们总会长吴宏泰，吴总会长来到现场，热情掌声鼓励，谢谢，欢迎总会长莅临。同时，请先生一群小健将们掌声鼓励，欢迎。When you feel like there's no way out, love is the only way.
掌声来回应。谢谢，这同时是我们海西社区发展协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蹈，欢迎的是清新热舞，他们要带来的是美丽的宝岛族曲。借由我们今天的主题美丽的宝岛，我们要呈现五个，我现场朋友们可以看得到五幕，每个人扮演三个角色，服装快速的更换，所以请在场朋友们不要眨眼，用热情的掌声来鼓励欢迎他们精彩的表演。桃园机场，感谢您搭乘本班航空公司，下次旅途再会，谢谢。
溪社区发展协会带来的呢，我们一年的美丽的宝岛组曲。来，精彩的表演之后，我们欢迎邀请的是第三组，是龙冈社。这是由我们文宗礼祥和核心舞蹈队带来的六月清河。那我们同时也谢
谢谢非常可爱的队伍，感谢呢中山社区发展协会中山土共舞班。今天莅临现场呢，我们也给我们的五位评审老师再次请掌声来鼓励，谢谢小飞老师，感谢保尔基老师，谢谢，感谢中华舞蹈协会理事长，也是我的评审长赖秀峰老师，感谢呢李美光老师，谢谢，感谢徐巧琳老师，热情掌声给五位评审鼓励，谢谢，辛苦了，陪伴到我们今天呢一整晚进行我们今天的评分。现在我们即将要来进行呢我们今天的颁奖，同时也有我们今天的评审老师，我们已经选出来了我们非常多的精英队伍，请我们各队请开始准备，我们也依序呢到我们台上来进行了我们今天的领奖部分。首先我们先请区长请上台，我们恭请陈玉明区长请上台，我们来一一的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首先请区长为我们颁发的是特别奖项，特别奖项首先就是有五名，我们要颁出的是最佳造型奖、最佳精神奖、最佳团队奖、最佳创意奖及最佳勇气奖，分别可以获得奖金3000元以及奖杯一座。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最佳造型奖，最佳造型奖我们恭喜保安里敦煌舞蹈班，热情掌声鼓励，请上台领奖，请我们今天的团队请潘代表请上台来接受呢我们今天区长来颁发最佳造型奖，最佳造型奖可以获得我们的3000元以及奖杯一座。请我们的领奖团队请尽速上台，现在我们各单位，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我们今天的得主是谁，所以请团队一起上来没关系，快点快加紧脚步，我们这是我们所有的荣耀，所以请大家赶快集合之后我们加紧脚步来进行领奖。我们恭喜是我们的保安里敦煌舞蹈班获得我们的最佳造型奖，掌声再次鼓励一下好不好，非常优美的造型，同时呢他们刚刚所来进行的我们的表演，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看得到是呢飞天以及程度，那我们再次给我们这群非常漂亮的仙女们掌声来鼓励，谢谢，恭喜获得最佳造型奖，也获得了奖杯，同时也3000元奖金，谢谢，请团队请入席，同时也请区长请留步，请接着我们要来颁发的是最佳精神奖，最佳精神奖我们要恭喜的是第17组秋香艺术舞蹈团，热情掌声鼓励秋香艺术舞蹈团，他为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平安平安，这是由我们的新埔社区发展协会来我们所提供了，我们的热情掌声来鼓励，恭喜，请上台领奖，哇，我们再次给他们今天精彩的演出掌声来鼓励，恭喜新埔社区发展协会秋香艺术舞蹈团为我们今天的表演的获得最佳精神奖，再次请掌声来鼓励，恭喜他们，谢谢，同时也恭喜你们获得3000元。来，我们请接着要来颁发的是最佳团队奖，最佳团队奖是第18组桃园市客家会，桃园市客家会掌声来鼓励，请我们今天的团队代表请上台领奖，来掌声来鼓励，恭喜，来我们所有的所有很多朋友来加紧脚步来哈嘎爹地哈嘎妹妹，有请，同时我们也请区长在中间的位置，来请姐妹们请分在两旁好吗，让对分在两旁，让区长在中心点的位置，我们会对画面更好看，好，颁奖最佳团队奖，同时也获得我们3000元以及奖杯，哈嘎妹妹谢谢，恭喜，
请入列。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创意奖，最佳创意奖得主是第29组中层排舞班。中层排舞班他刚刚表演的是筷子舞，非常的精湛，我们热情的掌声来鼓励最佳创意奖，请代表素素上台领奖，同时也请区长帮我们颁奖。好，我们颁发呢，今天的三星员同时也颁发讲座。好，请看前方，掌声来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恭喜。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勇气奖，最佳勇气奖得主是13组原野荒猫队，请原野荒猫队所有的成员请上台，用热情掌声来鼓励，获得的是我们的最佳勇气奖。紧接着得到我们的最佳勇气奖的呢，是我们的原野荒猫队，我们再次热情掌声来给他们鼓励一下，恭喜所有的呢，我们今天的团队非常的大的最佳勇气，我们再次热情掌声来鼓励，谢谢原野荒猫队，赞不赞？谢谢，分别也获得了我们今天的3000元以及奖杯一座。紧接着我们要请区长帮我们颁发的是第五名可以获得奖金10000元以及奖杯一座。第五名是21组同德社区神采飞扬舞蹈社，掌声来鼓励。同德社区发展协会的同德社区神采飞扬舞蹈班，刚刚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呢、评审们呢、大家的大为哦，真的是赞赏。所以来请我们今天这群非常可爱的队伍，请看前方，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第五名，得到我们的10000元同德奖座一座，热情掌声给我们同德社区神采飞扬舞蹈社，赞不赞？第四名可以获得奖金20000元以及奖杯一座。第四名我们恭喜是第五组祥和核心舞蹈队，恭喜，这是由我们的文总理所来安排的祥和核心舞蹈队带来的6月清河，请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成员请到台上接受领奖颁奖，我们掌声再次鼓励，请所有的团队请上台。哦，他们都已经变化服装好了，你看看哦，来，祥和核心舞蹈队，请赶快上台，所有的成员，很开心的来帮我们今天的区长手上来接下了我们的奖杯一座，同时也将我们的20000元带回家，恭喜得到第四名，掌声来鼓励。文总理赞不赞？谢谢，恭喜，请入列。紧接着我们颁发的是第三名可以获得奖金30000元以及奖杯一座。第三名我们要恭喜的是第二组清溪热舞，是小快溪社区发展协会带来的美丽的宝岛舞曲，我们热情请团队请上台，这是一群非常美丽的空姐哦，原来大家没有办法去旅行是因为空姐都在这里，华航跟长荣的都在这里哦。是的，我们请了所有的空姐。
现场所有呢小范西社区发展协会，请再侧身，我们人员非常的多，我们再侧身看前方。小范西社区发展协会在不在？好，第二个比个爱心。以上获得的是我们今天的奖金池万元以及奖杯一座，哦，是三万元以及奖杯一座哦。紧接着颁发的是第二名，第二名是获得奖金四万元以及奖杯一座。第二名，我们恭喜的是第八组同德社区跆拳小将，跟我们今天同德社区跆拳小将们掌声来鼓励，请跆拳小将请上台。这部分呢，是不是邀请我们今天的同德社区发展协会，请我们这群跆拳小将请上台，并且到舞台上来接受区长颁发第二名获得四万元以及我们的奖杯一座。我们的发展协会理事长也一起来到舞台上。好，颁奖，来，请理事长。在中间 ，OK， 请教练，我们小朋友通通可以看前面，没关系，我们可以排旁边来，不要站在我们的区长后面。对，我们通通站一列，画面会很漂亮，好不好？来移动一下，通通往前站，谢谢。好的，我们热情掌声再次鼓励，谢谢我们这群跆拳小将们，来比个跆拳道的动作一下，好不好？来，比个跆拳道的动作，来。获得我们今天的第二名，请入列。紧接着我们要来公布，就是今天获得我们奖金五万元的团队，可以获得呢我们的奖杯一座五万元奖金的是第一名，恭喜第十队松平里，松平里班队。同时邀请我们今天的中评里的班队，请上台领奖。我们的严里长差点上来，今天非常兴奋的拥抱啊、哦！是，好，请让里长以及区长在中间的位置，站对长官在中间的位置。来，团队请看前方。获得我们今天五万元的是松平里班队，掌声鼓励。松平里在不在？恭喜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名五万元的幸运得主，松平里班队，再次热情掌声鼓励，恭喜将我们的五万元带回家。